很担心。那大家聊一下，就是这部戏拍很久，都要上档，大家心情怎么样？其实还蛮紧张的，因为像刚刚大家都有看到十五分钟的变化，但其实我们自己是演的人是没有看过，对，所以也不知道拍出来的成品大家会不会满意啦，就是心里面还是会稍微紧张，前面有没关系吗？哦，你说我吗？就是蛮期待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一组戏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然后默契也蛮好，所以我也蛮期待，就是这个成果出来的会是什么样。对啊。我其实还蛮兴奋，然后也蛮期待，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让大家可以又再聚在一起。对，而且因为我们是戏里戏外感情就都很好，很像这个大学一群死。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蛮好玩、蛮开心的。然后我觉得那个好玩跟开心那个效果，我觉得是会透过荧幕传到观众的眼中的。我觉得他们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拍的有多好玩。对，毕竟是爱情喜剧嘛。嗯。那前面很多变预化啊，变就是有些小变化什么的。那大概看完成品之后，最期待哪一个播出？那这里你们可以稍稍剧透一下哪一个播出你一定会很期待？我觉得我其实是蛮期待大赫跟 Ellie 的片段，对，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是用很多很浮夸的那种喜剧的表演方式，但是我觉得因为像现在可能最近可能很多新闻大家很气氛有时候比较低迷，我希望大家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表演，然后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欢乐，然后得到一些正向的力量。我自己因为我也是蛮期待，因为我有脱嘛，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我自己看到自己的样子，对，我是怕我呈现出来的样子不好。对，所以我想看一下荧幕上出来的效果怎么样。不会，然后呢，想问一下瑶瑶，在剧中有不小心碰触到旁边这位男神的胸肌，那场戏在拍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不小心的吧？是他蓄意的吧？哦，对啊，蓄意的，感怎么样？哎，片花看起来是不小心的，他是转身不小心碰到的。没有啊，是他拿我的手。没有，他说第一次啊，然后后来我爹你要抽开我，第一个，我好像拍摄当下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就只是想把戏拍好，然后也想要就是从中做一点有什么意思啊，笑屁呀、啊，没有、啊、没有，你继续说，没有，是因为我对于这两戏的期许是可以在一些比较可能大家知道的梗里面做一些不一样的效果，对啊，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感受。这些东西就埋在当下。而且你刚刚在讲说，哦，旁边这位男生的时候，我想说，哦，是在讲我吗？哦，就是你。对，没有，我还没有脱离这个角色啦，因为麦克知道就是自信过度的爆棚，对对对，浮夸，当然不是我。嗯。好。来，交给你了，那就走。前面有大字，你们看。哪有？四月十四日起，每周日晚上。哦，有哎，有。那个不是啊。哎，那不对，爱奇艺都有。再讲一次。来，四月十四日起，每周日晚间八点 ，TVBS 42频道，晚间十点，完全省钱恋爱手册，大家一定要锁定哦。没有晚，没有晚间十点在 Netflix 和爱奇艺会播出哦。对，晚间十点在 Netflix 和爱奇艺都会播出哦。瑶瑶对于最近交割这件事情的看法？看法？因为其实 timing 有一点尴尬，是因为。我前一阵子也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工作当中，然后我还没有完全消化完这些新闻。那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太大了，那就我有限的智慧跟了解，我觉得真的是希望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对啊，就是希望大家要懂得保护自己，然后教我们下一代就是不要变成加害者。对啊，就这样。那其他的我好像对。谢谢。谢谢。